下来下一位要致辞的贵宾，是长期非常关心台湾民主运动，同时也在台湾的媒体圈，台湾媒体圈长期被中国来自中资或是统派媒体所把持。也那接下来这位贵宾呢，是台湾媒体圈难得一见的清流。我们欢迎民视的董事长田董事长上台为我们说几句话。田在林董事长，各位乡亲，各位贵宾，即马书记是指名我讲要讲话，我就咪讲吼，要讲话上该适当的人有一个。这是什么人呢？就是柯世凯，民视国台湾国文团的团长。大家若讲到民视啊，大家拢是讲蔡同英才是董事长。我虽然是做十多年，但是我要甲各位讲，蔡同英。你话前过身了，大家拢烦恼讲，民视是不是倒落？去年的十月七日，阮成立一个民视国台湾顾问团，我做董事长，聘任柯世凯前驻日本的代表，伊做团长，佮聘请。台民民博士答应做这个英语顾问，哎，这个柯世凯先生，伊这当打打起了后，每个月拢有顾问团的会议，即嘛，规台湾连外国都咧注目。这学生运动，这点火的人就是民视的顾问团。咱讲要请我讲话吼，上介好，我让顾问团的团长起来甲咱讲，这个有关台湾以及安全，要顾台湾，本来这就是民视。成立的上界大的宗旨，顾问团的团长，以后会台湾甲咱带队倒去，我就请伊起来甲咱讲吼，伊代替我讲，谢谢。各位同乡，各位社友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这个我拄前个月去差不多日本去差不多三个礼拜。啊，迄、那个甲一寡日本的这个啊，拄伫迄李总统的前，甲一寡日本的这一寡政治家在谈台湾的代志，因拢真关心台湾，主要关心两项代志。第一项，因一直在问讲，这马政权到底是我对一边？哦，因也说个怀疑，讲因敢是反共的。啊！到遐底向中国，讲你看看伊的实际行动啊！你啊看伊即马在讲的话，尤其是最近，拢一直拢在反日嘛，对无？反日的言论，哪有啥拢对中国？所以底下你唔免怀疑啊！你尤其是那像即摆迄个食品安全吼，提迄个标准，我讲遐吼，唔是讲在为着台湾的食品安全。迄是咧对中国，要甲中国斗同齐逼日本，所以吼，你唔免烦恼讲马政权是咧对日本，也是咧对中国，对中国无唔对。哎，我啊，这要安怎改？我讲你唔免烦恼，大概明年这个选举，国民党拢无效啊，大概是会换政权啊。啊，若换政权的时，你唔免拜托，阮当然就会走这个甲日本、美国这个结作伙，因为中国是要讲甲足清楚，要合并台湾，阮反对合并台湾，
啊，若反对合并台湾的时，当然，阮都挖日本、美国。啊，其实拄只黑副总统咧讲，讲做中立吼，迄是伫迄个以后的代志啊。迄起码你讲要选中立吼，你就变作讲你甲日本嘛是隔开啊，你甲美国嘛要隔开啊。所以迄条路慢车行，若袂是将来的将来，起码唔好想。即马咱在想讲，若要甲外有中国合并去，一定都爱挖日本、美国。啊，日本因嘛真反对台湾，拄只嘛有人报告啊。安倍讲，台湾就是因的上好的迄个拍得上伙伴，迄就是伫参议院两三日前才讲的。所以因是真想要甲台湾做伙，伫这个中间，但是因犯到一项。我讲诶，恁唔好甲咱想讲，万一台湾因若要甲咱合并的时，恁才要出难呢？恁普通都爱出力扛的啊，因为。这摆选举是1月16日啊，拄只迄个啊郭先生吼，伊讲大家较乐观咧，我讲真赞成，咱来较乐观，但是嘛爱紧张呢。有一个紧张就是讲，咱无定袂当，伊无定政权放乎你啊，因为伊甲中共合作伙啊，所以这个中间的武杀出来，唔知啊，但是这要是选了的代志哦。我是咧烦恼讲，啊，甲遐日本的朋友咧烦恼，烦恼讲可能1月16日，咱是会当选举也袂，冇迄个问题呢。因为1月16日，伊若卖选的时候，伊用讲哦，乌伊前赢咱几啊百万，几百万票。伊若选落的时候，可能拄只是啥物人咧讲，才25%嘛，25%的人点么在反对吼？是世界是迄个会红潮，所以伊不爱选，倒落到底吼，都拢无会通讲啊嘛。所以也袂选以前的变数出来，啊，往安那不爱好变出来，就是讲日本、美国等等，啊，亚洲、东南亚这些国家，即马拢会受中国欺负，这些国家大家连起来，连起来一只，讲甲足清楚。你无合法的行为，我无承认；你无民主的行为，我无同意。啊，若像即款嘞，咱也有朋友吼，咱伫这个国际政治的头顶做出一个平衡出来的时，咱台湾要生存落，咱台湾不要让中国欺负，咱台湾要选举不要让中国插，安尼才有法度。所以我想这点吼，可能咱伫。迄、那个乐观，咱包赢的。这个乐观的内底，咱可能嘛爱出寡紧张。啊，你要安怎？咱迄个4年前咱冇做，即摆事实上，对美国、对欧洲嘛已经有人出去一直在游说啦。在讲这个危险性。啊，我前摆去日本嘛是在讲这个危险性。啊，若要互伊无的时，咱像迄个4年前，咱来成立一个要顾台湾呢。这个双击的监视团，国际上的监视团，美国、日本各国拢参加。那安尼是会当予国民党，会当予这个中国共产党，伊唔敢乱来。啊，这点可能靠咱家己。我甲因在讲，伊嘛是讲上最后会保证讲袂方差。恁的选举袂用搅扰，恁的选举的公正，就是台湾人家己安怎教我，恁有教我，阮才敢甲你斗上。恁若无教我，阮唔敢出手。所以这点，咱大家记咧，大家同齐来拍拼。多谢。